关上。这下可好了。别碰我，办正事儿呢。大惊骂俏，娘子！我你要干嘛？我现在只想咬死你！你看你把我咬成什么样子！你是来干嘛的？带你回去啊。不回去。你为什么不回去？回去干嘛呀？我是奉师傅的命令来的。师傅都把我赶下山了。你有直接责任。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。我回去没有用。我跟你讲，我师兄要是有事，我饶不了你。燕辉。